哎呀，终于吃上了潮汕臭豆腐了，复古小姐姐带我来的。你看这里面这么繁华，这么多人，路这么窄，她居然骑着摩托车带我进这里面来。还好没倒车，这种又窄人又多的地方最容易倒车了。为了吃碗臭豆腐倒个车，太不合适了。哎呀，我心心念念的臭豆腐，看看今天终于吃到了。我的这跟白色有啥区别？对。肯定有区别啊！他俩不吃吗？我们俩先吃。我们两个不配。哈哈哈！你俩吃，你俩看着我们俩吃是吧？你要不要尝尝黑色的？嗯。还是湖南的这个好吃。干嘛？让人烤鱼配。一口一个，你要烫死我！我才不干了。他让我一口全塞嘴巴里面去，不得烫死我？好，这里面有东西，可以看一下，近距离的看一下。这里面有菜，臭不臭？好烫！啊！别害我！他让我一口塞嘴巴里去，结果烫死我了。慢慢吃，慢慢吃。这个是花甲粉，哇，里面全是花甲耶！听说吃这个臭豆腐要一口吃。能把这里好炒，好吃。然后这里面是臭豆腐，把这个粉丝放里面一拌，味道超级好。我都不知道这么多人的小一个小吃街，我们是咋骑进来了？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骑出去，我好怕呀，我好慌啊，我真的好慌啊！哈哈哈！我真好慌，我还慌你，你会不会？你小心一点，我都慌死了。不是，老赵，你走前面。嗯。摩友带我打卡咱们株洲的地标性建筑物，这个叫什么塔呀？这个分贝亭，分贝亭，分贝亭，哦，这个角度可以看得到，哦，叫分贝亭。株洲的夜景还是挺漂亮的呢，看看摩友大老远带我来这一家吃臭豆腐，他说这一家臭豆腐一般都是要排队的。我不要葱，要不要加辣椒？要一点点。这个油怎么是这个颜色呀？这个油啊，炸两锅就这个颜色了。炸两锅就成这个样子了？炸半个小时，这里放心，也是一锅新油。哦，都有新油的。这个是啥汤汁啊？这个臭豆腐没炸之前是白色的。对，他们不是说要用那个苋菜汁给它泡黑才行吗？你这个没有泡吗？我们的用料不一样。用料不一样，所以颜色也不一样。对，大份15，中份10块，小份5块。第二波夜宵开始了，还是臭豆腐。这个臭豆腐，对，这还是臭豆腐，这干湿分离的臭豆腐。对，之前吃的那碗是干湿在一起的，这个是干的，然后要沾这个料，对，要沾这个料吃，跟上一次吃的不一样。放了姜。好吃吧？好吃。这边的臭豆腐各有千秋，每家店的不一样，就是味道不一样，做法不一样哈。长沙那边是吃黑的，这边是黄的哈。喂，湖南人不骗河南人啊！你们湖南人就骗河南人了。我是说，好吧，你要说株洲人，里面是嫩的。大哥，那家臭豆腐吃完，咱们再去石门区那个臭豆腐店再吃一个。你来真的来假的？今天晚上光吃臭豆腐了。我今天晚上有空，我老婆打麻将。大哥今天手电直连到腰根。
你们还嚼槟榔了？啊，我给我一个，我看一下。昨天那个特产，昨天那个这个不是说也不是说湖南不允许嚼这个了吗？是不允许拿过去，最好哦，这个东西不好。那我不吃。来，我先。我只是好奇，为什么你们都喜欢嚼这个？这个东西不好。一起嚼，我那个哥他也嚼啊，那个人也嚼，是的。牙齿全松了，这个口腔伤好大了，对，我拔掉了。我们真的是疯了，跑了30-40公里到丽水来，说是要来吃酱满鸭，来打卡。你看这些疯狂的车友，嗨！我发现咱们车友啊，最会吃，最会喝，最会玩，是不是，老哥？是。对。这种地方都能找得到，哎呀，我是真服了。还能带你上高速。这就不是我们找的，这是我们株洲的特色。特色哈。帅不帅？太帅了！我们在现场摇人，帮我们拍视频，看我们多整齐。咱们租车的车友说了，带我吃遍株洲方圆30公里内的所有的臭豆腐。我告诉你们，我现在打嗝都是一股臭豆腐味儿，真的。你看，这不又来吃臭豆腐了？你看，对面就是一个很大的臭豆腐店。我是真怕了，求放过。别的地方喝酒喝到吐，来到湖南让你吃臭豆腐吃到吐。啥时候车友们来河南，我带你们吃烩面吃到吐。丽水酱板鸭，看一下，哇，这都9:10了，还有那么多人来买鸭子，有那么肯定很好吃吧？你不然的话不会有那么多人来买。跑了30-40公里，就是来这边吃鸭子，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哎。这是我们湖南醴陵的酱板鸭，谢。当个领会官，谢谢。当老先吃腿。嗯。这个是鸭脖，这个是酱板鸭。那我来。辣死我了！我真的是辣的受不了，全身都出汗了，真的。我也辣死了。哎呀，但是好过瘾，刺激，超刺激！我就说嘛，可以修仙了。不知道香肠腿是怎么来的了，就这样来的，真的嘴巴都辣肿了。打通任督二脉是什么感觉？就是此时此刻我这样的感觉，都流汗了，真的流汗了，太辣了。我靠，我一个山西人都没流汗，你个湖南人流汗了。哎，太辣了，受不了，不吃了。河南人，啊，湖南人，他是山西亏。这还有一个呢，太辣。你这人真的是，这懒，没感觉的。啊，太爽了！哎呦，这个酱板鸭辣是辣，但是好好吃哦，停不下来。我都因为吃这个喝了2瓶饮料了。你看这大哥辣的，额头上全是汗，还在吃，不停的吃，你是真够狠的。那我们都停下来了，就他一个人在吃，你真够狠。真够狠，真够狠，真够狠的，我是受不了了。